陆景修，你是一名狙击手，现在该你表现的时候到了。 你让我打谁？共军拿包子做诱饵，乱我军心，我岂能任职？现在他们是骄兵，我们是哀兵。趁他们松弛大意的时候，把共军的指挥官干掉。虎哥，我跟您说，我去买包子是假，打探仇人是真。你猜怎么着？真是那混蛋呀！我，哎呦！ 当时啊，我也想给您带俩包子回来，可他不让。我哥，要不我抠抠嗓子眼儿给您吐点儿。我敢请谁呢？滚犊子！等到援军一到，我一定为你邀功请赏。那个时候，你就是我们的军中英雄了。 田光，干老子的！老子平生最恨的就是叛徒，开枪打死个龟儿！算他命大，老子不杀孩子。长官，我做不到。啥子？你让我消灭的是共军指挥官。 吃饱了还回去吗？既然不回去了，别着急，慢慢吃，别噎着了。我给你拿点水去。来了，终于现身了。注意，听我身边那个一定是共军指挥官。虎哥，这么远，这子弹够得着吗？ 开枪，干掉他！慢点吃，别噎着。给他水。老伙计，这四天才饿出一个，还是个小萝卜头。包子这招不管用啊！别着急，有了第一个，就相当于打开了闸门，静观其变吧。 不好，闪开！老伙计，好，撤！王八羔子，我他妈毙了你！老五，王八羔子，撤！伙计，你醒醒！ 伙计，大夫，大夫，伙计，长官，没我的事吧？陆锦绣，你立了头功一件，党国是不会亏待你的。田光回来了。 像是中邪了，八成是中暑了。中什么暑？大冷的天中什么暑啊？
我看是中毒了，弟兄们，这就是一个饭桶的可悲下场。不可能，我也吃过包子，嘛事儿没有。 国家世代是民意。秦冠，你对得起党国对你的栽培吗？狗日的！你宁可自己成名，噎死你也不知道偷偷藏几个包子带回来给我。你个白眼狼！不行啊！我让你在他左右，你干嘛去了你？刚才你身边呢？ 出来，怎么样？朱大夫，怎么样？瞳孔散大，脉搏消失，心跳停止。带走。慢着！别动！别上担架！别上担架！我救救他。老龙，他已经牺牲了。不可能！没有抢救的价值。 不可能牺牲，他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是为了救我才中弹的。朱大夫，他那么喜欢你，他还盼着回去给你成亲呢。我甚至保证，我不会再跟他抢了。广泉来几十好兄弟，都把你当恩人。朱大夫，老龙，我做不到。钟瑶，命令你，你必须做到，否则你不会当医生。 一个冲动的人，他才不被当医生，还有很多的伤员在等着我。开走，周大夫，周大夫，连长，别慌。 杀了我兄弟，出来受死！啥情况？啥情况？我他妈的是做头乌龟，有胆开黑枪，没胆站出来！孙子，出来！干什么？让开！我要报仇！你冷静点，他已死了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忍一冲动容易失去理智，你别做让你后悔的事儿。你才后悔呢！闪开！ 不杀女人！我叫人报仇吗？站！放了你！你放！走开！动开手！干什么你？放了你！你给老子回来！干什么你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都给老子听清楚了，天黑之前不出来吃包子，老子被你们宰了。哥。 这丫头片子是哪路人出来呀？烈女啊！我听那话头，那仇人也刚死个兄弟，我看算了，扯平了吧。啊！你给老子记着，我哥是替咱俩送的命，啊，这个仇要是不报。 我他娘的就是个畜生！报报报！我要团部，我要团部，我要团部！喂，我是郝文宏。团座，我是赵川。团座，您说的援军到了没有啊？什么？援军？没有援军了。团座，共军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说到今天天黑，如果我们再不投降，他们就要。 你还是不是党国的军人？属下是。好，那我命令你炸掉弹药库，杀朕成人。啊！
团座，团座，我赵春，跟随你这么多兄弟，一路走好。你的家眷，我会好好替你照顾的。援军呢？团座说没有援军了。好消息呀！他让我们炸掉弹药库。恭喜长官，这下大难临头了。恭喜个屁！团座的话得反着听，您自己说的。他狗日的这番话得正着听。十多年了，我赵川跟随党国，如孝亲爹，可亲爹朝令夕改，回头一脚把我踢入火坑。这下可好，连棺材都省了。这一回，我要违背一次军令了。不能让弟兄们跟着我一起陪葬。你们两个通知下去，准备投降。我刚才点射了一个孤女指挥官，我这不是自投罗网了吗？这一枪是我下的命令，你开的枪，甜瓜冲入敌阵吃包子，客观上起到了诱敌现身的作用。所以说这一枪我们三个人全都有份儿。只要我们三个人捂住秘密，就没有人知道这一枪的来龙去脉。从现在开始啊，你们就别叫我长官了。那叫你什么呀？直呼我大名，叫赵川。是长官。不得叫长官。赵川，俺听你的。这个有悟性啊，天官有悟性。我怎么老觉得会露馅呢？我得给你加一道保险。